而且我跟你们说，他真的绝了。我跟你说，我看路过，你知道 JDM 吗？就这种钢铁般意志的女。Hello， 晚上好。封面好看吧？就是说灵魂画手。晚上好。画的好吧？谢谢什么奶茶。准备睡觉，确实现在太晚了。今天我没有想到我从四点，我是四点拍分析，然后五点多快六点才开始拍，然后拍到7:50，然后从8:30又开始排练，绝了。头发也是很黑，我一直都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就是橘，老虎色，这就是老虎色。谢谢送的巧克力。今天好搞笑，今天拍那个深写，然后拍双人合照的时候，我是跟星，我跟子星拍双人合照，然后就是摆了几个动作嘛。谢谢送的荧光棒，谢谢送的奶茶。对，然后那个老师说，他说你们好像那种韩剧的那种，就是韩剧的那个封面，好搞笑，太搞笑了，像那种就是顶楼封面。谢谢小玫瑰吧，今年来广州读太好了。那里很厉害哟、哦，不是，就是很像那种，对，就是那种韩剧封面，可能就是我就想到顶楼，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顶楼，是啥风格？就是很累的，是难为我梁文，对，好慈爱，一岁感笑，晚上好。真的很像，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就是有一种那种名媛，就是那种名媛的感觉，对。德鲁纳就也差不多吧，反正就是那种名媛的那种感觉，因为不能浪费，就是今天这个绝美妆容，你看今天妆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我今天的眼妆都好看。晚上好，眼妆不一样吗？我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反正我觉得就挺好看的。谢谢蓝光州的锦鲤，就是有那种感觉。你看今天就是这个造型也是，就是很名媛哈，是吧？我今天拍了很多。和以往不一样，你就说造型还是，我也有扎过丸子头的，只不过今天这个造型，就上不了公演，因为姐姐说我的头发，就是因为我的公主切，然后扎不了，今天这里都是死的，就全是那个胶，太搞笑了，画眼镜不是圆眼吗？我本来就不是圆眼，我是圆眼吗？哇哦，哇哦！我今天这个口红厉害了，咱就说今天我都没补过妆。我不是圆脸，我是。好吧，我是娃娃，什么链接？今天拍的身体就是那种气质身体。今天这搞笑，
就是深，对，深写，然后今天深写就是很特别，我现在御姐吗？不御姐，今天深写很特别，就是我们的老师全体出动，对，我们所有的就是所有的那个舞蹈老师全体出动，对，然后就在帮大家想姿势，舞蹈老师对呀、啊，然后就很过分，就是我们姚老师说，2:20终于可以就是放松一下了，对，就是你自己摆吧，好无语，不是编舞蹈，就是动作就是偏那种舞，就是偏舞，就是摆姿势，这叫性质，晕倒，就是摆动作，对，但是摆动作又跟跳舞不一样，对，就动态跟那个静态又不一样，就很烦，就是我每次就是用脸发力，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很努力的我在假笑，就是我很假笑，然后到了后面就是假笑变成那种狰狞，你知道吗？就是前面我是这样笑，然后呢就开始狰狞了，就开始表演一下狰狞，我刚刚还不狰狞吗？对，是就变成这样，笑死了。对，然后就是导致就是动态跟静态不一样，就是说动态的话就是我的姿势摆得很好，但是我的表情不太好，对，就是我表情就已经到了这样子了，绝了，然后但是动作是好看的，然后我说那你就不要让我摆这种姿势，为什么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呢？我不行，我要跟大家一样，我要跟大家一样，对，就是想让我整点高难度，我说我不要，我每次整高难度我的表情就不好看，对，就是我跟大家拍的就不一样，笑死了，我真的好怕，我真的好怕他选那个狰狞，就是他选狰狞的那一张，就不选那个就是很像那个韩剧封面的那一张，绝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去，就是我想看一下，就是拍的怎么样嘛。然后我发现，而且这一次就是选那个照片，就不是我们那个摄影部的那个姐姐选，是我们舞蹈老师选，知道吧？好离谱。对，就是他又就是教大家摆动作，然后又在那里选照片。然后我就发现，他把我那两张非常狰狞的照片，就是标了那个红那个标记。那个红点，对，然后后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静态很优美的，他都没有标，我在想他不会就把那个合照就搞那一张吗？那我多丑啊，我的天哪，好离谱，就是那，因为就很无语，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电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脑，但是就是我们在这边拍照，那个电脑在这边，就是只能看一个缩略图，就是一个小图，然后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的表情，我能看到我的动作，好像动作还可以，对，然后我过去就是想看一下拍的照片，我一看，好的，我的那个表情就是这样的，气死我了，晕倒。老师就是喜欢狰狞，对，然后就是拍那个很累嘛，然后我在放松的时候，然后那个哥哥，你知道吗？这是拍照谁拍？这是拍照泽哥拍，我笑了，我去到那个摄影棚的时候，我当时我还愣了一下。我说你拍好离谱，笑死，不知道，
好像就是有两个哥哥，就是他们来回，但是好像后面都是泽哥的。就很无语，笑死，回水预定。那不行，还有几张，我确实有几张还是拍的挺好看的，但是我就怕他不选。Hello， 晚上好。大家其实就是都很好看，我看了一些就是其他人的都很好看。对，要看缘分。陈文泽，他好喜欢我拍除了假笑以外的表情啊，我真的非常无语。对，然后就是他拍到我除了笑之外的表情，他还要就是拍大头，对，然后就是他拍每拍一张照，然后就到那个电脑那儿，然后就是我们舞蹈老师在一起。然后我们尹老师他说，哎，梁婉玲这个表情真好玩，然后他用手机拍，气死我了，根本不是。对啊，我觉得他们，对啊，就是喜欢搞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没必要，我是除了笑，我不会做其他表情吗？没有看过我做其他表情吗？快乐也行，对呀、啊，因为很累，就是反正就是很累。然后有一张我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就是当时在拍合照，知道吗？然后他说，这个人，不能点大名，咱们泽哥，就是拍了过一个大头，然后反倒那个电脑。然后我们舞蹈老师就看到，然后就在那里笑我，然后说，哎呀，梁婉玲终于嘴角向下了，无语。然后就拍了一张，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一张。我们拍摄写人好多人，是啊，因为我们有拍照的，还有拍拍立得的，就是有很多 staff 在。嘴角向下了一张，真的就是拍照跟跳舞不一样，无语了。拍照的就是那个姿势要奇奇怪怪的，然后才是正常的姿势。拍这么多没见放出来，就是今天拍深写嘛，这深写不是要卖的吗？深写不能卖。这是深写，是那个十周年深写，好搞笑！十周年深写，我没有想到是这个主题。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舞也跳了十年了吧，就是要可能要就是想整点艺术，笑死我！我说没必要，笑死！冬奥。不是，就很艺术，对，反正就是艺术方面哈，笑死，要竞拍吗？不知道，这个声线应该是就是像普通的声线一样吧，就是四张，然后一张合照，然后拍了十张拍立得，拍了十张拍立得，对，前期的，然后就发现了梁婉玲的假象。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说，中世纪贵族艺术风格，艺术写真，怎么变成写真生写？哦，对。他们说我不像拍生写的，我像拍写真的，气死我了，无语。我说挺好的，我希望就是他把那个原片发给我。有啥区别？不一样的，生写是就是偶像一点，对，四八一点，但是写真的话就是
就是河外一的感觉。对，影楼风，对，我拍的很影楼风，无语。不一样，对，深写都是深写，就是四八一点，就是日一点，没错呀。影楼就是真的很影，我感觉对我拍的就不一样。谈酒术，我是影楼的那种写真。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对，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顶楼风，影楼风，对，确实很影。我的假笑都撑不住了，我感觉我在学校，我这个照片可以给我一份那个，就是给我一份那个叫啥，给我一份那个原片，对，我可以发去学校。谢谢渡边同学，孤星俱乐部乐队的主声风，证件的哦，确实挺像那种，对对对，像那种职业证件照，笑死了，不能白嫖照片，他都不会给底片的，真是去外面拍写真，他还会送底片的，还底片全送，对啊，就自己公司拍照都不送底片的。简历照，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之前说过，我说过吗？没有说过吧？不知道，笑死！送了原片影，就是公司内部嘛，内部都不给，真是。不用送 RAW， 送那个 JPG 就好了，没必要，反正我也不用电脑 P 图，笑死。笑死是2022年流行词汇，2021年流行词汇，知道吗？潮女、潮男、潮女都说笑死。对，你看潮人都说笑死，看大家都在说，你才土狗。我是潮人，你管我笑死还是笑啦，反正笑就对了。你只会说噗，你是二次元。对呀，笑死，还没死。对，一般说噗是二次元，噗噗。噗，然后一个表情，一个颜文字。www 三 w 也是二次元。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手语，这是手语。哈哈哈哈，哈哈哈是。是普通人，你2333也是二次元，我们二次元有很多很多语气的，哇咔咔咔是什么？就是什么？天哪，好可怕呀！我这个直播间被二次元入侵了，马马克巴克是小朋友。
给你的绿茶。完了，好了，我完了，我这个直播间的二次元太高级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真吓人，好可怕呀！你们没想到大家深藏不露，就是说啊，没想到，对啊，逐渐看不懂大家的交流词汇。你们都是这样说话的吗？有奶震惊，演 JPG。晚上好。对啊，我不够，我都说了，我就是假的二次元。对，实际上我在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是正常的人类，我是地球人。晚上好，谢谢送的礼物。干什么？我是二次元，我是地球人。笑死我了！我是地球人，对，我是普通的地球人，我是在地球村的普通居民。看我穿的毛衣，然后就是在学校都要盘头，对，然后什么任何首饰。磨练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个普通的地球人，我就是个地球人。地球人，冬天地球人都要穿毛衣，你看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还在哇咔咔咔哇哈哈哈。谢谢，谢谢送的金吊坠。普通人，普通人为什么不能笑？普通人都会笑。普通人就是，笑、哭、难过、开心，都是有表情的，不像你们二次元，你们二次元只会打字，不会说话吧？你们二次元不会说话吧？你们二次元只会打字。你看，他在打问号。不会说话吧，只有我是普普通通的地球人。你看你们二次元才会什么什么点 JPG， 这你们想怎么这样。你看二次元还有那个括弧言文字，哎，急死了吧。你们是纸片人，对呀、啊、你们生活在那个二次元的空间，就你们没有到三次元这个层面了。说不过我吧。什么东西？什么还有 DJ 版？非主流是什么？怎么有这首歌呢？怎么会有这首歌呢？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首歌呢？我好疼，你知道吗？我刚刚就是我在想我的说辞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小心就是这样按了一下我的手指，好痛！你们看一下我的手，好痛！我现在觉得，这个救命！因为它已经红了，天哪！我感觉我的甲片就是顶不住了，好痛啊！太痛了，我都不敢洗头，我准备明天去外面洗头，真的不敢洗头，洗不了头。现在算很光，二次元骂人也可以，你们就二次元骂人就只能在那个二次层面那里骂人，就是到不了，就是现在这里。我只是通过这个直播的这个界面呢，与你们二次元人类，就是你们二次元人就是交流，对。你们只能打字不能说话，就地球人才能说话。
发出反派的笑声。我跟你们说，我又要演反派的，我又超级大反派。你们元宵就去看的，我又是个反派，笑死。我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为什么我老是反派？就是咱就是说，这个舞是我编的，但是这个剧情就是不由我做主。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给我安一些奇怪人设，真无语。我是非常痛苦，人非常痛苦，想自杀。不是 staff 女孩子，是这个舞蹈，就是这个节目负责人安排，笑死！对，我要离开这个地球，我要去二期，笑死！对啊，因为就是编了剧情，有这么难吗？舞不难，舞对于我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点难度。对，我还给就是给一些人，就是安排了一个高难度剧情，咱就是说卷死大家，卷死。我觉得我就是编的非常完美，编的非常好。但是就是我这么如此完美的舞，就是可能会被一些剧情变成搞笑，真的很让我难过。但是这个不由我做主，就是觉得大家唯唯就是漂漂亮亮、唯唯美美的跳完一支舞，不行，就是要加剧情。黑化，确实黑化。不是搞笑，怎么说呢？你这个二次元干嘛说我是搞笑女？二次元有搞笑女这个词吗？没有吧。二次元的搞笑女叫什么呢？叫，看起来小二次元的搞笑女叫天真活泼开朗的男主妹妹。谁说二次元的是搞笑女？没有，我二次元人设是高岭之花。想什么呢？想什么呢？我二次元是高岭之花，知道吗？也就是想一个贴近一点的人物哈。有什么高岭之花的人物？想一想，完了，一时间想不到有什么人，就你。沉默了，是我不够二次元，对，是我二次元浓度不够，一时间想不到有什么人，有什么人物。哦，知道了，对，叫什么？艾尔莎，我的英文名，如我本人一样，就是一个高冷之花。难道不是吗？就是人如其名，对，小人人蓝毛叫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个蓝毛高岭之花，苍月，高岭之花，咱就是说，就是没有搞笑过的高岭之花，对，我偷心九月天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就是苍月，我还买过他的假毛。我还买过那个蓝色的毛，就那个蓝毛，那个 M 型刘海的蓝毛，懂吗？想看，其实也不需要买，因为我也染过蓝毛，咱就是一模一样，咱就是苍月本人，好吧？有照片吗？没有照片，没有照片，照片已经找不到了。你知道我上一次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专门开一下那个我们家那个尘封已久那个电脑。哎呀，说到这个，
真有意思，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 cos 完现在没有照片吗？就是因为就是我这个偶像觉悟就是很好，我现在就是有一丝丝后悔，虽然就是说，就是偶像觉悟太好了，把我以前那些照片全部删掉了，就是那种不留备份的删，懂吗？就是二次元抹掉，就是不留一丝情分的全部删掉，备份都没有的那种删，就是网上就是没有谁能导得出我的黑历史，知道吗？对，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你知道这种初中生就是脑子有毛病。就是我还把我第一次 cos 初音的那个照片我放在了贴吧上面，然后在我入就是那个叫什么，你知道放哪个吧，放那个初音吧，然后你看到，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在我收到那个就是合格的那个之后，我所有的删掉了，好吧，全部删掉，绝对没有，我跟你们说。绝对没有，绝对找不到，绝对找不到，我删的也很干净，对，就是那个帖子已经没有了。其实不是初音吧，其实是苍月吧，对，其实苍月吧，对，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一丝情分都没有，我没有开始发，我只是就是开一个玩笑。我就是开个玩笑，我还 cos 过那个黑子篮球里面黑子，想不到吧？对，我还放到了那个黑子吧，真的哦，不要不信哦，是真的哦。我还 cos 过菊真琴，丑小子，不是，是真的，对，我还 cos 过菊真琴，我真的买了那个假发，知道吗？那个菊真琴那个倒刺头，那个绿色的倒刺头，对，是我初中的时候，对，我还发到了菊真琴吧。无图无真相，那就没有了，真的没有真相，因为就是全部删掉了。我没有看过网球王子，是这样子的，就是原本就是有一点点想看，但是就是初中就是有一个就是。看不到了，互联网没有记忆，初中小学生，初中生也是这样，女生都会看网，女生不应该都看黑子篮球吗？女生不应该都看 free 吗？谁没有看过？对，试问初中谁没有看过这种？对，就是有人说公主坏话，就很奇奇怪怪，对，就是嫉妒本公主的美貌，笑死！保存十年呀！别去看了，我刚抠手指都把我的指甲抠痛了，好痛，无语了。
梁日春宫，梁日春宫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呀？不会是那种吧？梁日春宫不是那种吗？哦，梁公真人，对不起，因为我没有看。哦，好的，梁公是无尽的夏天，染红的街道，冰果没看过。不能暴露，不能暴露太多，感觉说我没有看过多少。我真的，我初中就在吹腰尾了。对，看 Love Live 是高中的时候。我好哪个？我没有说什么。对啊，我是假二次元，我其实没有看多。没看多片，我是2.5次元，就是我在那个二次元跟三次元的中间，2.5次元，笑死。没有半真半假，就是这样子，就真的没有看过多少。主要是就是初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就是，这叫什么？体育类，就是黑蓝啊，然后 free 那种，懂吧？也没有那么体育，就是怎么说呢，对，就是懂的都懂，懂自懂。我说的体育就是也不是那么体育，无语了。喜欢看一些热血，就是男子热血片，笑死！就是初中的时候，只是初中的时候，哎呀，真是。好羡慕你们二次元啊，知道这么多番，像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番。但是近几年的男子热血就是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画风好看一点。对，我喜欢看画风好看的番，《火影忍者》看过，看不下去，因为我觉得画的不好看。舅舅不看，我就是看脸的，对，看脸的。就是画风不好看都不看。银魂画风你觉得好看吗？你的审美
但是也看过一点。对，我看过那个剧场版，就是他们长大后的那个，但是有点忘记了。这几年之前波及还有什么，哦，最近哦，对，前段时间就是在狂补那种，就是那种异世界的，对，好看了好多异世界，就什么太痛全点防御，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变成史莱姆，然后又有一个什么一直打史莱姆，然后到了很厉害的那个紫罗兰，哦，看了热血漫，是啊，热血漫看腰尾啊，怎么不看腰尾呢？都是大型连载，是吧？还有黑执事，对，以前看黑执事。我好像那有一次在排练室，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好像是高然还是谁。对，然后就说黑执事怎么，就说以前可喜欢看黑执事，然后说那个黑执事那个女主伊丽莎白，然后我愣了一下，我说黑执事有女主，笑死了，咱就是一直笑死。腰尾，对，确实后面就不太好看，但是就是都追了那么久，我从小学追到现在，那不是得必须得把它看了，不看我难过。鬼灭看了呀，鬼灭当然看，不过现在就是新的那个什么列车篇，就是看了一集，我想把它就是它就是完结束了，然后我再补。已经结束了，妈！巨人当然看了。我第一次去漫展的时候，就是哦，第一次出扣子去漫展的时候，我出的初音，然后披了一个那个自由之眼那个皮肤，笑死了。因为就是去漫展买的那个披风，然后就不想拿着披上了，对，我像个假二次元，笑死。对，我就像那种，就像一个，就是不是真正二次元，会被出警的那种。巨人好像只看过第一季，第二季看了不知道，反正好像从第二季、第三季啥的都是在港澳台才能看，那我就没看，气，对，要翻墙，翻不了墙，不会。我那么爱迷糊，没有，其实我最爱的是卢卡。对，就是我们高岭之花，他叫什么？寻音流歌。相信啊，我一直都记着，牢记着我的人设，好吧？哦，我想起来为什么我会扣子雏鹰，就是因为我找人玩，我就会，就我不会跟我矮的人玩，我会跟我比我高的人玩，然后笑死，对，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癖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出 cos 啊，就不是那种玩肯定是玩那些，就是
就是怎么说，哎，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一般找就是，就比如说一起出口，我就会找比我高的，就是比我高的人，就是站在我旁边会显得我矮一点，然后就是他比我高的话，那他就只能出巡礼，然后我就只能出初音了，对，就是这样。对，然后好像之前有一次就是出那个，就是也是出护士，然后我出巡音，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出大姐叫什么忘了，就出那个红头发的棕头发的那个，笑死。对，反正就是跟我出就是我之前出剑三，我出盖罗，然后他就出喵姐，对，反正就是因为我脸长得不洁，也就是我的脸就是长得不太高了，对，就是只能出这种可爱角色，对，好可惜，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只能出可爱角色，然后只能找比我高的人，只能出一些就是御姐一些的那种。就是角色，头发没有变红，这明明这叫橘色什么棕橘的感觉。没看过高冷表情，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年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对，我觉得就是在我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确实就是还可以啊，还可以。我没有配合假，我没有在假戏啊。现在不是要这个，现在是地球人，好吧？我已经从那个平面，就是从那个平面已经出来了。咱们就是现在是那个三次元，我们在地球上面。对，我在地球上面。现在是地球人，现在不是要这个。刚刚还是我只是在忆往昔，好吧，我在想想，我不是想想，在回忆我以前二次元的时候。对，作为一个地球人，在回忆之前，在怀念，没有在怀念，只是在回忆。不要那个，就是误解我说的话，怀念跟回忆不一样的，回忆只是憧憬。无语。笑死。没有在憧憬，只是在怀念而已。哦不，只是在回忆。啊，无语。纯纯无语。没有词。没有，现在就是不在二次元，现在就是不在那个不在二点五，现在是地球人，就是三坑不是二次元，知道吗？三坑二次元不一样。现在是三坑，好吧。对，就是穿制服穿萝莉塔，不是二次元，不要搞混了，不是不一样的，就是。谢谢什么红包。天啊，一点钟。
你口你口是啊，你口你口上是我不二啊，我又不会你口你口，我连日文都不熟，我怎么会是二次元呢？是哦，我连日语都不会说，我怎么会是二次元呢？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呀，这个什么你可你可我只会读拼音我只会读拼音笑死，谁在演？没有人在演，真的，我只会读拼音。没有掩饰，哪有动漫社上扛把子，哪有啊，什么动漫社不知道，当国漫，不要乱说，不要乱说，谁社长不知道，不要乱说，国漫我也只是在看，只是在看《斗罗大陆》而已，其他都不看了。哦，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好难过，就是我爸他那个，就是他房间的那个电视的那个盒子是优酷的。对，然后他就想看长津湖，怎么又是长津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想看长津湖，然后对，然后就是那个只有 VIP 才能看，然后他让我就是帮他上那个 VIP， 然后我就拿他的手机，就是他的账号帮他上了。我现在想想我好后悔，我应该拿我的账号，哎，我应该拿我的账号上，对，还是他给钱那多好。现在我就很后悔当中，就感觉是啊，很后悔，对呀、啊，我都看不到他的，哎呀，真是讨厌。优酷有什么好看的？优酷最近，哎，好像前几天就是有人推荐给我看的那个叫什么《家族荣耀》还是什么，是个港剧，《家族荣耀》是吗？《家族荣耀》是港剧是吗？对，那个讲什么的不知道，买个年卡，我买的那个月卡，就是包月，对，就是续费的那个，它无限续费那个，哎呦，狠狠后悔。对啊，那个自动续费的多好，无语了。我昨天晚上看了两集那个《僵尸校园》，是吧？就是那个新的那个韩剧《溏心风暴》。哎，是不是《甄嬛传》也是优酷的？《甄嬛传》是哪的？僵尸校园还好，我也在抖音刷到了，对，然后我就看，我觉得就说哈，就说那个女主就是纯纯无语，在抖音看完了，天啊，她还出了挺多集了，现在她出了很多集了，现在已经，我只看到第二集，就是那个女主喜欢男二，然后男主喜欢女主，但是女主不知道男主喜欢她，就是看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他们换了个教室，然后那个男二就是自己单打独斗，
跟他们分开了，跟那个大部队分开了。对，那个男儿好厉害，是不是？我看那个抖音，就是说有好像就是有几个人是那个免疫的，就其中女主是免疫的，还有谁是免疫的不知道。有人看了吗？僵尸小子。好像还有一个，还有个剧，就是也是在抖音火的那个，就是那个傅菁，那个傅菁的那个剧，就是他一个黑长直的那个造型。笑死！但是他们说，那个剧还挺好看。抖音不给你推剧，你可以就是试着，你尝试一下，就是刷一点剧，就比如说你在抖音的那个搜索那里打一个《甄嬛传》。看几个之后，你下一次登录，他可能就一直在给你推《甄嬛传》，还给你推《如懿传》，还给你推《宫》，还给你推《宫锁珠帘》，就是给你推一些宫廷剧。然后，比如说你找一个韩剧，他下一次可能给你推韩剧，就是这样。因为你不看，所以抖音不给你推，知道吧？是的，就是都是要，就是你自己找，对，他会给你推。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等于有很多那种号就在一剪梅，知道吧？就是剪了前段，然后没有后段，就是我很想看那个结尾，但是这个人吧，就是他那个剪辑的那个账号，他就不剪后面，他就吊着你，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直接搜索，他就相关搜索，他有时候就会自动打出那个剧名，对，然后我就搜索，然后看其他人剪，在其他人那里看完，对，就是因为我经常这样，然后导致有一段时间我抖音，就是我根本刷不到，我根本刷不到美女，我根本刷不到美女，我一直在刷剧，然后我看了好多天剧。无语了，就是好多剧，就是看那个剧然后剪一半，然后又想看后面的，然后就点开它的主页，然后找后一段，就是越看越多，然后每次刷只一刷就是一个剧，一刷就是一个剧，烦死了。你抖音推荐全是美女，曾经我也是。看不到美女就去搜。我在抖音，对，我就算是口抖音一直全是剧。然后我之前玩那个哈利波特的那段时间，我就没有刷过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刷，我只能刷到哈利波特，仿佛抖音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教程 APP 的，对，绝了。逐渐变成搞笑了，对，就是很多那种国服，什么国服一、国服二的那种哈利波特全是。有段时间，就是，哦，对，就是那个前几天，就是出了那个瑶，就是要出那个情人节的那个新皮肤，然后就是因为我专门去搜了一个瑶情人节皮肤。然后前两天我那个抖音就是我刷了三四条，然后全是瑶，我说我不想看你，一直是真无语。刷到这个你玩我什么都别说啊，这个我真的会无语，推给我干嘛？我不理解，你知道吗？我不理解，推一个。他说我是那个就是一个博主的爸爸，
对他就是一个，我感觉就是在那里炒流量，知道吧？就在那里说我是那个叉叉博主的爸爸，我现在告诉你们哪时候跟父母承认你是拉拉是最好的时候。我这推给我看吗？我好无语。对呀、啊、那个大叔他真的就是说话非常的直白。然后所以不是啊，真无语，我真的会谢。然后我当时我都惊呆了，知道吧？然后我就由于好奇心里由于好奇心里我就点进了那个就是那个大叔的主页，就是那个叔叔，我看了他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到现在的那个，就是他精准掌握那个流量密码，知道吧？对，然后他之前就是拍一些就是日常，就是大叔又打牌呀，然后又就是又什么遛弯，反正就是一些很无聊的那种，就是感觉就是那种随手录的那种东西。对，就是没有赞或者就一两个赞。然后呢，什么是哪时候啊？好奇，真的我很好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理解。就是你说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也没有六十吧，反正四五十岁，五十多岁吧，感觉也没有四十岁那么年轻，反正就四五十。哦，我没有看完，我只是很他说完拉了的时候，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现在人都这么直白的吗？我的天啊！然后我就点去，我没有看完他。然后我发现就是那个大叔的那些视频就都是谢谢巧克力，然后他的那些啊什么呀，无语。哎，那个真的是不小心按到了，我又不是我手机，是他手机，不是我手机。然后就是我看了他近期就是那种流量大增的，就是几万点赞的那种视频哈，就都是我是那个叉叉博主的爸爸，如何转变自己女儿是拉拉父母的心态，就全是这种。我是掌握流量密码是吧？就很搞笑，就是他真的很正直，就是这样站着。大家好，我是叉叉叉的爸爸。关于我女儿是吧？就是这样说，好无语，纯纯无语住了，我不理解，太搞笑了。真的就是一脸这种正直，一脸正直说，就是那种就感觉像在讲故事，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女儿给他写稿了吧，就让他照着练是吧？无语。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他说那个博主，就是他是那个博主的爸爸，我以为那个博主就是有多火，知道吧？然后你知道，就他说完，他艾特他女儿，就艾特那个博主，然后我发现那个博主就是也没多火。倒是他爸火了，真厉害，笑死我了。对，他女儿就是不火，就是我以为他女儿是那种就是抖音上面那种美女，其实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拉拉。笑死。推给我有没有推给，就其实就是就比如说我刷到的之后，可能别人也就是我的朋友，就是跟我互关的人可以看得到。对，就是别人看到了，然后跟我互关，然后我也可以刷到那条，就是会有这种，就很搞笑。上一次是谁呀、啊？是我舍友还是四月？反正就是我看了一个搞笑的，我发给他，然后没想到他之前有发给我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两条一模一样的，就是两条都
发给别人看，笑死了，发给对方看，然后然后哎，好像你发给我这儿，但是我没有点开，对，就是那种感觉，笑死，尴尬事件，对，就是没有看别人的，没有看别人的消息，尴尬事件。啊，我很喜欢，没有。笑死了，互相在哪里？什么互相？哦，对，还有那个什么，就我舍友很搞笑，我舍友就是，他就问我，他非常就是非常认真的问我，问我，他说。哎呀，抖音怎么火呀？我说你掌握流量密码。他说怎么掌握？我说你发一组比较帅的照片，然后带一个那个 cut， 带个 LED， 笑死！我说这绝了，流量密码好吧？太搞笑了！对，抖音怎么涨粉？对。笑死，这样搞笑。然后我看过就是刷到一些美女，就是确实很漂亮，然后就是看评论就很怪，对，你知道就是评论还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之前做过什么事，但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什么，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然后评论就是说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可惜是只。笑死我了，然后还说姜瑞伦别看了，然后就是那种很无语。我说抖音现在，咱就是说，抖音现在就是全世界都是那个嘛，很无语。对呀、啊，就笑死了。笑死，确实，但是确实是美女，不管，反正就喜欢看美女。你也是，笑死。哦，对了，我最近还有那种，就抖音很无语。就是我觉得很离谱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那种感觉像那种做那种手机屏保的那种，对，就拿了我一张特别丑的照片，然后就是每一条抖音都发一个那个，就是我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其他美女的照片，然后就是让大家选。这个选什么是好无语啊，可以就算你选，你也挑一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好吗？我服了。对，然后每次就是他只知道，就是他只有那张图，骗流量，真的。对，然后还有人艾特我，就是说这么丑的照片可以别艾特我们，不是我，笑死，太搞笑了。对啊，不必让我知道，不要艾特我，求求。小时候，哎，小时候我想到就是一个。你们知道那个天总吗？就是一个油腻，非常油腻，
山好，就是一个非常油腻的一个，也不是说非常油腻，反正就是一个那种，对，油腻女，对，但也能这样说吧，对，喜欢用那种气泡音说话，然后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他其他的视频都没火，然后有一条就是模仿那个天种，就有一条视频就火了，就好搞笑啊，那个太搞笑了。晚上好，看你们就是都没有刷到，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谁先，反正肯定是我互关的人先刷到，然后我才刷到，笑死。大家在看什么？我都能看到。冬奥，我最近刷到好多，我看到那个有个叫什么，就是那两个是哪个队的？谷爱凌，我看到，不是，就是有两个双胞胎，但是意大利队吗？还是美国队？忘了，叫王什么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两个双胞胎，就是那个，但是他们的训练是跟中国，就是匈牙利。哦，对对对对，是吗？是匈牙利吧？反正他们训练是跟中国队一起那个训练的，然后当时就是东北口音的那一个，然后说，对对对，刘少林是就是他们，太搞笑了。然后我看那个弹幕就是他们是跟谁比来着？华素，对，武大靖，对对对，武大靖的干韩国，就是要拿第一，他们干韩国是真的干，有事儿他真上，笑死！谢谢什么红包，我看了他们那个比赛，我笑死了。真的，我笑死在抖音里面。这两个人，对，有事真上，铲除一切障碍。对，就是比赛是其次，先干再说，笑死，干就完事儿了。我还看了那个叫什么盟主的那个解说，我觉得说天啊，咱就是说互联网速度真快，就是他叫什么王蒙，他就是刚火，对，抖音火了，马上注册了 B 站账号，真厉害。对，值。但是他解说真的不错，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东北人就是自带那个语言天赋，对，他们真的就是自带语言天赋，好厉害。第三视角，确实，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解说在旁边晒干了沉默，笑死了，对。我还看了他的那个鬼畜，挺好的，对，他们说话非常有节奏，我2016年也这样，笑死。需要为什么要 emo？ 今天都不，就是让自己就是
劳累起来，让自己累起来，就不会晕。他不是一个人，我看那个冰多多，不是冰多多，冰墩墩。我看那个日本，那个日本记者，对，那个一墩墩，我看了他，我去 B 站找了他的那个所有的采访，他好牛啊，他好牛啊，就是，大家也会这样子维护自己的偶像吗？我的意思是，大家也会像他那样子维护我吗？真的是真爱！天啊，就是完全不给冰墩墩尴尬的机会。是啊，我那个秘密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会给他就是自我解释，真的好厉害。现在想要冰墩墩买不到，真的就是还有人去抢了，没想到。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得到了，羡慕。拿到第一名还有金墩墩，好吧，谁有金墩墩呀？笑死。没有关系，对，王蒙说了，我去看了王蒙的直播。王蒙说了，就是年后上班之后就是会有的。对，现在没有是因为就是工厂还没有上班，咱就说咱们中国速度很快的。以后就不会抢了。对，现在工厂没上班，是的，在赶工。谢谢送的红包吧。对啊，反正一直肯定会有卖的。我看了好像就是我看有那个评论说那个一墩墩炫耀的买回去的那个冰墩墩，那个冰墩墩的衣服上还写了那个中国加油。好搞笑啊，绝了。你朋友已经在卖了，你朋友是进货的吗？哇哦，可以。对，我现在一吨难求，好吧，现在就是能得到一冰墩的，就是要搞点关系，知道吧，就是你要走一些特殊渠道才能得到。咱就说，对，有没有在北京的有特殊渠道的呀？有人做广告了。对啊，有没有北京人？有没有北京人？咱就是说，对，走点特殊渠道。我相信你们北京人都是一家人，肯定有一些特殊渠道。北京人也没有冰墩墩。笑死 ，BJ。哦，我看到他们是不是还有那个？他们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好像是，就是跳个舞还是干啥？他们有个外物是吗？没有看，没火的时候，就是一墩墩，都怪一墩墩，就是让他一墩难求。也无人，可能还有点渠道，这样子的吗？
笑死。义乌的是义乌做的吗？原来是义乌做的呀。还好。对啊，不会卖很贵呀、啊。中国。中国的东西怎么会卖得很贵？当初很便宜，笑死！对，就是都是靠一些营销手段。以前就是之前北京奥运的时候，就是那个福娃，就是当时就是不知道一些流量密码，不知道营销手段，所以说都能买得到。不会卖很贵吧？这种娃娃，又不是迪士尼，笑死！但是确实是好看呀。你们不看，就是以前那个冬奥会的那些娃娃有多离谱？我看了，好像是1999年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我晒干的沉默。咱就是说日本，就是日本有这么多，就是设计过很多那种好看可爱的玩偶的那个国家，怎么会这样？笑，另一个叫什么？另一个叫雪融融。是吧？雪融融好像也卖了断货了吧？日本的吉祥物，奇葩的很多，不知道其他，我只知道熊本熊。我觉得熊本熊也很可爱。对呀、啊，还有。真的吗？我不知道。火了的，奇葩，还其他还有什么？有没有点图片给我看看？晚上好，来好晚啊。2600人卖，怎么？我天哪，又不是迪士尼，这么急干嘛？笑死。哦，屁桃也是日本的，确实。过分了，过分了。笑死！可以让360设计一个吗？咱就是说，为什么要设计这种丑的东西，为什么不设计一些好看的？我跟你们说，我就是那一天，就是我朋友来我们家玩嘛，然后他拍了很多玩偶，然后他把我拉到了一个那个就是360拼单群里面。对，然后还有就是专属那个什么大耳狗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些娃娃我还没买，他还没有，就是他给我加那个，但是他没有，我还没有进那个群里面。那进那个群好像还有一些还挺麻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人还没有回我，笑死了。然后他给我截图看一下那个群里面的那些，就是他还做了一个那个小链接。对，然后哇，那个大狗就是头套了好多，就套什么布丁狗啊，然后套梅乐蒂啊，然后套那个库洛米的那些头套的大狗，好，那个
套骷髅米那个好可爱呀、啊。对，然后还介，然后他还给我介绍一些食玩。对，就是又有什么客厅，又有厨房，就是一些食玩，就是我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不知道放哪里，笑死！我要准备买一个那种，就是那种放盲盒的那种盒子，就一个一个给它放起来。那个食房真的，它做的好精致啊！就是我第一次，就是作为一个女生，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感觉打开了新世界，新世界的大门，笑死！对，那个还是在预售，好像说，笑死了，绝了！反正有很多很多东西。好，我下播了。明天好像就是好像还要起来，要去排一个练，排练完然后才去剧场。授权太多了，确实。但三六也就出了很多东西，你快睡着，大家不行了。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可能就是刚开始玩手机，刚开始玩手机不是。但是我昨天好早睡，我昨天很早睡，才一点半是，笑死。对，今年大四，好的。下，对，我卸妆了，开始酝酿睡，继续酝酿吧，拜拜，晚安。